磨咖啡豆，这个是星巴克的咖啡，它的品牌叫做在好市多买的 Starbucks Pack Pellets Roasted Smooth and Balanced， 它的口味是 Medium Roast， 然后 Whole Bean 100% Arabica Coffee。 OK， 这个就是星巴克咖啡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磨咖啡豆，最终要把咖啡豆磨完放在这边，然后咖啡豆在这里，然后这是磨咖啡机，现在先插电。没用完的放在里面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按下去，心中默念40下之后就可以结束了。这是磨出来的样子，可以进来哦，磨出来的样子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倒在盘子里面。如果说还有一些渣的话，那就用刷子了。我们有准备刷子啊。现在是逆时钟方向可以刷一遍，然后把底部刷干净，先刷一部。顺时钟再刷一个逆时钟的方向，旁边也一样。这样子就是咖啡豆磨好了，耶、yeah。